好，睇睇嗰片要，今下只街住热用水，住咧都喊冇，客家人嚟水咧，你就系呐，就煲咸水煮肉。诶，即系睇家嚟看下先，只家嚟煲咧咸水煮肉咧，非常系好食，你就按简单煮嘅东西啦，吓，只家飞落去煮肉，要三鲜肉就好，飞落咸水落去。得波姜嘛落去，然后得波笋米落去，表我梅煎咋么去？呀，热甜就好食啦吼。啊，波来看，呀，汤，这个是加很多咖喱嘛，但你呢食不啦的，来朋友啦。啊，这个波猪肉含水大，唔多都系鬼数了哈。嗯，睇睇间，睇间朋友见下食个咧含水波猪肉已经就数了，可以食个嚟。吃酒啊，是个来酒出来一点，搞很有喜欢啊！这有培养，有社会养啊，是个酒的来管理，是个酒出来吃酒的很多，也非常系简单哦，简单来做的种菜又唔会难。这里很多呢，咸菜波猪肉，大家朋友，哦，过来来试下照来啊，大家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收看来啊。